那今天我们来办一个 cosplay 初音未来的千本樱。那以下影片就让大家知道 cosplay 那个千本樱的妆是怎么来的。我们主要要用的几个化妆品有 NF 的眼影，然后还有眼线。那现在底妆打完了，那现在要来画眼妆，用那个 NF 的眼影。就是用这个画眼线。